12月20号哈，那到下个月哈，就是105年1月16哈，就是总统大选跟立委的选举。好，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之前呢，我们有举办这个反对南部污染扩张的签署，我们也拜会了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有发这个签署书给各政党，除了目前的大党，还有很多小党，我们都有很诚意的请各个政党候选人来签署，还有请各政党支持。但是很遗憾，到现在呢，没有任何一个大党的，没有任何一个党的总统候选人支持我们的诉求。然后呢，这个政党呢也没有支持，只有目前的所谓的这个民调的这个比较少的一些政党有支持我们的诉求，我们在新闻稿都有写包括绿色盟、树党、这个时代力量、还有激进侧翼等有支持我们。那我们也不气馁，我们发起团体还有我们声援团体，我们认为南部的污染严重，我们要求各政党总统候选人要听到，各立委候选人要听到，我们南部污染非常严重，我们不惜在这么污染的环境下，我们要举办游行来表达我们的愤怒，来表达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求南部不能够再扩张污染，这是我们最简单的诉求。因为当初开说明会的时候，我们厂区旁边就有一家是坐落在旗山旗品巷，那我们希望说政府所谓的开发是在当地，那是不是能够说明会当初并没有在我们旗山开，所以我们也有新闻给环保局、环保署去质疑这个问题。那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那通通都没有下文。所以我们希望说，在位者或者是未来在位的人，能够去重视，听到我们在地人民的声音，去注重这些环保问题，而不是说只顾选举、顾人民。谢谢。在这边也呼吁，即将的大选，各党派的候选人一起站在我们地球公民的这一方，我们要反污染，我在乎，我们坚决反对国道七号以及任何各种不当的开发。谢谢。我们今天在台南代表发起这样子的反污染的游行，内心是非常沉痛的，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南部的声音都没有在北部的媒体出现，很多污染的源头都来自我们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嘉义地区。那像我们台南来说，
南科还要持续扩产，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电跟水的问题？今天我们站在这边是希望呼吁我们的政府以及未来我们的民意代表可以真正的做我们民意的后盾，不是只是开发，只是要求那些选票，而忽视真正的环境正义以及下一代子孙生存的权利。谢谢。各位兄弟，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衫，你就知影，我今天开20个，规世人头一届去买金纸，吼、哦，啊，我都甲大大讲，这件叫金缕衣，吼、哦，啊，咱台湾一冬开掉烧金纸差不多130亿以上，吼、哦。啊，130亿这钱，哪会当人来救济一寡这善良人？吼、哦，还是来防治这个空气污染？伊本身就制造足济空气污染。咱知影烧一公斤的金纸，会产生1.5公斤的二氧化碳。全世界地球暖化，无人咧注重这個。阮今仔日8大诉求里面没有这一个东西，所以我甲阮陈老师要求讲，我一定要安尼做。吼、哦，啊，希望大家当支持，感谢各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从美浓来，啊，我们美浓现在他准备挖8口，本来已经有14口深水井，现在又要挖8口，8口水井它是要做什么用？我想要请政府好好的说明一下，它不是民生用水，它是要给工业用。然后再请教一下，这个水。为什么拿给工业用，然后工业那个空气被污染的空气又飘到美浓来回馈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水资源，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水资源，我们绝对不能透支我们下一代的资源。谢谢。大家好，我是后甲社区发展协会，我们在东区那一里设了2个变电所，非常没有居住正义。同时呢，161kV 高压线电缆线在我们的学校旁边，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非常的难过，因为它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危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捍卫我们的环境正义，捍卫我们的健康、生命、海产的安全。那我们在这边呢，反对严重的污染。各位媒体朋友，我们知道高雄跟屏东有史以来一直是台湾在悬浮微粒跟臭氧，从来都没有晋级到及格区域的城市哈。那我们现在不管是看到中央经济部，或者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甚至于是市议员，还继续要发展扩张石化业，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忍受哈。当然现在只有关心 PM2.5，不要忘了 PM2.5上面还有非常多的致癌物，我们手上拿着丙烯氰、环氧乙烷、苯、丁二烯等等各种石化工业区上面的多环芳香烃、碳氰化合物都是致癌的物质。所以今天我们是站在社会团体的角度，感谢台南的环保团体主办的这场活动，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站出来声援，我们反对石化业扩张。谢谢。等下看去年 PM 是台南市也是全台湾6都第一名，比超过高雄，所以建议在这等教授举行，我想在这抗议，我想这有历史的意义。第一点，PM 十嘛是一级致癌物，嘛是一级致癌物。咱伫2013，台南市超过第一届超过高雄市，去年蝉联6度冠军，已经连续2年，2013跟2014拢蝉联6度的第一名。我想这是赖清德的绩效，这是张环真以前伫做环保局长的绩效。我想台南市民一定爱知影讲。你给输的 PM 十嘛是一级致癌物，这是全台湾内底6度最后一名，所以赖清德做者医生，我嘛做者医生，我想建议赖清德应该要采取具体的行动，采取正面的回应，对陈家华，对咱建议中南部这些人要采取正面的回应，袂使咧搁安尼嘻嘻哗哗。我想建议大家站出来，咱希望中南部以后会使渐渐先叫到北部，以后甚至研究到东部。也是让全台湾空气要比全世界进步的城市。